来吧。So I think these two things is very easy and can mix. These two things can mix. Okay. So maybe beginning, maybe someone put a water pot and then like something happened. I looked my memory. I can't believe that because this is my lover or like a friend or family. He is a producer. He is acting the street dance. Okay. And maybe the reason is because I take this water pot and I look. Like and a magic water. Yeah, magic water. Okay. And then when people gone and I look here, already have water. And the ending. Ending, okay, okay. That makes sense. So this is very easy. That makes sense. Yes. Yeah, okay, we're done. We're done. We're done. Are you a genius? Yeah. 見たらこういうふうにこうやってやってっていう多分アイデアが多分彼の中で湧き出てきて24時間ってやっぱり思ってたより短いからっていうふうなことで言ったら自分が自信を持って担当できるところは俺は任せたっていう感じ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过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已经编排好了有两段，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编排没对，我总觉得好像差了一个什么逻辑，那反复想，反复想，就想到了一个秘密的绝招。就是那个。我只需要演一个走路，然后踩这个完了，一二三四，踩五下这个水池，就是这样，再踩一下，再踩一下。我觉得陆导是我们第六个 dancer， 就是把手放在这就行了，然后往下压，然后就是跨从上到下，然后这样子做个圈圈，一个两个，耶耶耶。Yeah, 一个两个，哎，可以啊。因为毕竟咱们这个作品吧，是有一个道具，而且这个道具是活的，所以有一点点担忧。哦，怎么样排的这个主题？排完了，排完了，音乐也定好了。音乐自己做的，所以现在非常顺利。确实这一题，它你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如果你用得好就很好，用不好就不好，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题。他们的主题是街舞的总导演突然出现，遇到了已经过世的亲人、爱人或者朋友。要炸要炸要炸了要炸！哦，对，总导演跳。OK 吗？我好想看陆导。OK 吗？陆导上台了。哦，真上了。好。Really？ 导演 OK 吗 ？OK。OK。好。好看了。好，音乐。The Boss， 这个太正点了，这个很有看点啊。Let's go。你说导演紧不紧张？紧张。哦。陆导别紧张了。哦。陆导不要。属于导演的作品。还要 cue。
不是陆导，不是陆导。哇！年轻的陆导，哇！欢迎来到，这就是街舞。我们是 FPM，一波王炸，不！我直接感动了。这就是街舞总冠军韩宇，这就是街舞二新冠军叶一。第一眼没看出来，我没看出来，我也没看出来。Oh my god！ 我看到。哦，不是陆导，不是陆导 ，cosplay 也太像了吧！哇，太像，真的太像。他是谁呀、啊？到底？他是谁？他是昂昂吗？他给我感觉是那种真假美猴王的感觉，我是真的我是懵了。陆导他蹲在旁边蹲了很久，那跑上去台上那就是十几秒时间，感觉已经去超时空学了三张脸卡回来的感觉。我的时候我真的笑死了，这个真的很想不到。我真以为陆导跳的，你现在走路跟陆导一样，真的太像了，太像了。我的妈呀，就是连身材都一模一样。巨像，哇，太像了，跟谁一样？哈哈哈哈哈！就是，哇，埋头太像了，推眼镜的样子，这个叫失散多年的兄弟。因为之前我其实对这个，他才跟着他一起晃，他出不来了。我就一直在注视着昂昂，他的那个入戏，包括陆导说话，他不是摇，就这只脚老想走了，老走，走呢，昂昂都模仿得很好。从今以后，请叫我陆昂。